你找本世子有何事啊？赶紧说吧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我就觉得男男授受不亲。什么男男授受不亲？殿下，我喜好女色，不好男色，跟殿下不同道，不同道。你说本王好哪种色？外界有传言说，五皇子找您做伴读，是因为您相貌出众，他看上了你。那本世子如何得人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今夜你在本王府里留宿。啊？你不是说本王好男色吗？就用事实证明给你看。神经病啊你！难道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？不可能吧。哎，不管他怎么对我，反正本世子对他没感觉就行。不行，这万一……我还是穿着衣服睡。这么勒得慌啊！算了，拼了，脱了吧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是不是傻呀？脱，我脱什么脱呀？我还不赶紧跑了呢！哼。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干嘛去？我欣赏夜色啊。欣赏夜色，要穿得这么特别吗？啊，我虚，我晚上出门都得裹着被子才行。殿下，那我就去看月亮了啊。哎。是不是要逃跑？怎么可能啊！好好的，本世子干嘛要跑啊？对吧？为了防止你逃跑，今晚我住你这儿了。不是，殿下，我真的没有要跑，你误会我了。我，殿下，你住我这儿真的不方便。方便，都是男子，有何不便？哎呦，殿下，我这虽然是男儿身，但是喜好不同啊。你看啊，你也跟我说了，其实你好男色，也不好我这种的。这千庭妓也还在府里呢，大半夜你何必要住我这儿呢？是不是？本王堂堂一个皇子。你每次开玩笑也就罢了，你还越来越当真。你要是再污蔑本王，信不信本王治你的罪？我什么时候污蔑你了？我说的那都是事实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的。连本王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肯定？你是不是故意为难我？这
事儿，我哪找得出证据？今晚本王就给你证据。我怎么觉得给自己挖了个坑呢？你要干嘛去？我就翻个身。快点睡。殿下，要不我们把灯关了吧，这也太亮了。韩十一，你想要熄灯之后就跑，本王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殿下，那我去熄灯了。睡着了？不可能，他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？本王为何会如此紧张？见识见识啥叫猫头鹰，只要你一睡，哼，立刻就跑。进京以来，你也一定很辛苦。